生命体曾居住在大海中，依存于水和盐，就如有着适合胎儿生长的小海一样的羊水一样，很多生命体都是诞生自盐水。一切事物都需要盐，没有盐就会死亡。如果没有了盐，生命体将无法存在。盐就是生命。太平盐田。广阔生命的诞生，与一般的精盐不同，滩涂千日盐中存在着生命。千日盐的盐度相比一般精盐要低，蕴含的矿物质更加丰富，可以维持生命体的生存。太平盐田通过阳光、风和盐匠人的汗水和热情，制作着滩涂千日盐。在滩涂生产千日盐的国家，只有韩国、法国、葡萄牙等少数几个国家。特别是世界五大滩涂中，生产千日盐的国家只有韩国。位于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保护区亚洲第一个曼城拉姆塞尔湿地的全南新安郡增岛的太平盐田，是成立于1953年的140万坪规模的国内最大盐田，也是登记为韩国近代文化遗产的地方，是用传统方式产盐的国际性环保盐田。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光和盐。过去盐的价格曾经比黄金还要贵。相比精盐，千日盐的盐度要低，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仅有利于健康，味道还很好。太平盐田自豪的盐达成了国际性生态认证大满贯，通过在 HACCP 综合处理工厂进行加工，来向消费者供应矿物质丰富且没有苦味的千日盐。我们太平盐田为了制作出最顶级的千日盐，其他盐田都在放弃咸草田时，在韩国最大的自生咸草田中生产着蕴含营养的盐，通过1-3蒸发池提高盐的浓度，经过多次甄选过程后，生产千日盐共需要25日左右。太平盐田的滩涂千日盐是得天独厚的滩涂生态系统制作出的慢食物，是卫生的最高级千日盐。태평염전은세계적인생태천국에서최고의미네랄성분으로맛과건강에서세계최고의소금을만듭니다我们将会把韩国滩涂千日盐的优秀性传播到全世界，为千日盐的未来负责。太平盐田生产的千日盐成长为了Songdeurje的盐品牌。从传统千日盐到高级千日盐和曼城特产和礼物套装，都是在全世界认可的生态宝库全南增岛生产的名牌千日盐，是通过系统化的生产管理来生产的卫生的千日盐。太平千日盐是在获得了国际认可的亲近大自然生产，通过大自然的自净作用而清澈的水和自然地宝库
清净滩涂中生产。通过获得 ISO 卫生管理认证的优秀加工设备及千日盐咸草相关国内制造专利制作。太平盐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一次二次产业的盐生产及加工，作为韩国六次产业的领头人提供服务。为了创造现代人的健康生活价值，传递盐的价值和文化，太平植物园、千日盐治愈中心、盐博物馆、盐田体验学习、盐巷咖啡厅、咸草餐厅、盐铺、盐洞穴治愈中心、海洋治愈 SPA、 盐大学等。多样的基础设施来向各位宣传盐的价值，为现代人提供着治愈和休息的空间。太平盐田的太平盐将为了健康和生态以及正确的文化而发展为更加值得信赖的企业。太平盐田将会成为全新的生态环境空间，在生活节奏快、消费过度的环境中，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太平盐田带着慢的理念，来将慢城增岛打造为充满千日盐和顺应生态的空间，在健康的千日盐和自然人类相和谐的生态天国，太平盐田可以享受生活的悠闲。有很多种血液疾病，我们对血管了解多少？现在应该了解一下血管疾病了。